要的。所以第一个呢，碳中和的音乐嘉年华就登场了，就是太空港。那这一次呢，将在10月的8号、9号、10号在大家和平公园盛大的登场。据说呢，会有音乐，有艺术家，除此之外还有心灵的市集、创意的美食。当然，说到音乐的话呢，音乐又分成4个不同 part， 电子也非常非常期待。身为一个音乐粉丝，最流行的电子乐 hip hop R&B， 流行摇滚应该就是乐团的意思，在7个不同的大大的舞台，会以太空 galaxy 的方式呈现，会非常的厉害。相信你跟 Dance 一样，也看了很多报道，对我们这次卡司是顶天那么厉害，根本就是亚洲的 Coachella 音乐节。相信你也知道了，泫雅跟她的 fiance 未婚夫Dawn 将第一次海外合体，就在太空港。如果你有 follow 这位百亿串流王子，在美国 Love， 他也会出现在太空港。对 ，Jay Park 会出现在太空港。说到娄俊硕跟高尔轩，应该也是 Jay Park 的粉丝，他会在太空港跟他的徒弟 MVP 登场。PH1 也会登场在太空港。百大 DJ WNW 还有来自以色列的 Vinny Vinci 将会出现在太空港。当然，我们本地的 local talent， 王 Aden 啊，高尔轩啊，娄俊硕啊 ，OZ 啊，刚刚拿下金曲奖的血肉果汁机啊，吴卓源啊，反正念不完了，他们通通都会出现在太空港。当然，这次地球环保有 That's why everything looks so good。把故事告诉我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la， 我是水星媒体的创办人兼 CEO。非常感谢各位媒体到场支持太空港。首先，太空港的 DNA 是永续发展，那我们的三大诉求是新能源、零浪费以及永续性。从100%使用绿电为活动供电开始，一张票种下一棵树，终结一次性餐具，以及我们的活动周边商品和人力制服都会使用回收的保特瓶来制作。我们在设计每一个环节的过程中都加入了减碳意识，这也是现在全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那今年太空港会有两个目标，一是为地球种下100,000棵树，以及为海洋回收100,000个保特瓶。那举办太空港除了能够推广流行音乐文化之外，也希望能够让环保变成一个年轻人愿意贴在身上的标签，从此环保就是一件很潮很酷的事情。谢谢大家。 Thank you Carla， 谢谢你带来这么棒，还有你的伙伴们完成这么棒的一个音乐盛典。然后刚刚说到100,000棵树，可以多说一点100,000棵树的故事吗？哦，对，因为呢，种树其实是已知最有效降温又最环保的方式，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举办一个这样很棒的音乐节，然后号召乐迷们一起来为地球种树降温，让环保变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每个人进来就种一棵树，所以我们可能猜有100,000棵树，那会种在哪里呢？哦，我们会种在全世界。那首座太空港森林将会落址于北部地区，所以我们会在2023年的时候公布我们的地址。所以明年我们吸一口气说，哇，空气会变新鲜一点喽。希望可以这样子。据说呢，这个如果完成100,000棵树的种植哈，这个森林出现的话，听说会解锁一个成就，是吧？我们有一个解锁的小游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响应，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完成了100,000棵树的种植的话，我们就会前往世界的中心，也就是纽约时代广场，去点亮太空港的标志，然后让台湾的软实力一起传到海外去，然后可以看到台北的字样，告诉全世界太空港就在台北，有更多更多的乐迷还有歌手们一起来成为我们的领航员。当然这件事情非常庞大啊，除了水晶媒体之外，那谢谢我们所有赞助伙伴，当然谢谢我们的协办单位，就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今天有位神秘嘉宾听说来帮我们站台哦，建议掌声欢迎黄珊珊，欢迎珊姐。那我们先两位先握手一下，谢谢珊珊姐行程满满来为我们加油打气，谢谢。那我们把麦克风交给珊珊姐，也请珊珊姐为太空港带来祝福。谢谢 Carla， 谢谢各位辛苦的赞助者，还有各位媒体朋友跟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早安。我今天非常激动哦，因为这个好像自己的小宝宝生出来了。当时 Carla 来找我的时候说他想办一个这样的演唱会，我说这个在全世界好像第一次发生，而且是要在台北发生，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觉得我们的年轻的一代，尤其是这么年轻的企业家，他们就想要做地球有序。
那加上2050是全世界的净零碳排的目标，台北市呢，我在当副市长的时候也是台北市的目标。接下来台北市会有一连串各种的政策，也都会朝向这个目标，包括刚刚讲的不要一次性的餐具。所以12月1号开始，各位在台北市，你如果去买茶饮料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带自己的瓶子去装的话，你可能就要多付5块钱的塑胶杯的钱。也就是接下来台北市会推动类似各种方式来促成净零碳排，所以减塑还有资源回收，最重要的是还有减碳，好减碳。所以这次的演唱会是朝向这个方向，它非常的酷。好，所有的来参与的人其实都是环保尖兵，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对于永续有贡献的人。加上你可能买了这张票，你还可以帮忙种一棵树，这个可能更是对地球更有帮助的事。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个像一个小朋友生出来，然后即将要成为现实。我希望我第一次跟他说，我希望这个活动应该是一个品牌，我们希望以后它就是台北的品牌，不管是到哪里到世界去。谢谢你们把台北带出去，谢谢你们让全世界走进来。最后祝福活动胜利圆满，我们希望所有的年轻人要把永续当成一件很酷的事，很潮的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三姐，三姐请留步。我们今天是个特别日子，也谢谢百忙中来为我们加油。所以凯拉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这个礼物长得是这个样子。那凯拉，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可以跟三姐说一下吗？这就是我们使用专利制作的回收宝特瓶来制作的 T-shirt， 那它这一件 T-shirt 大概等于回收了10个宝特瓶，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它送给珊珊姐。谢谢。这是他买的第一件潮服，所以就由珊珊姐来拥有。两位麦克风给丹尼斯拿一下，来开了，好好的给大家拍个照，好吧？来这边呢，也谢谢珊珊姐百忙之中来为泰康网加油。我们第一件用宝特瓶制作出来的泰康网潮服，在凯拉的手上亲手送给珊珊姐。然后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中间的相机哦。再看看你的左手边，对，穿红色夹克那一位，对，太棒了。再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最后呢，右手边再来20000台，看看我们右手边的相机，第一排右手边，右边。那两位视线看看我们后面的大机器。那还有谁没有拍到？举手一下，中间走到那一位，对。还有谁没有拍到呢？啊，你的最右边。来啦，谢谢两位，先请回座欣赏后面精彩的节目，谢谢，谢谢。那这件事情呢 ？Let's go。Fight for you， 做什么事都想你开心。I just wanna fight, fight, fight for you， 困难再折磨多我也愿意。Promise that I'll make it, do it out for you， all the life I had, yeah, shake it out for you。这时候到了，让我当你保护，你是我宝贝，我要的专属。Promise that I'll be there, do it all for you. All the love I have is sing it all for you. 这个时候到了，让我当你保护，你是我宝贝。Spaceball， 我为你们唱。Baby let me get inside， 让我渗透你的视野，你我可以花时间为人浪费钱，当我有了目标，我就不会 fool around， 把你当作目标。 Now I'm fooling no more， 其他的 girl 他们都好空虚呢，其他的 girl 他们都好空虚呢，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是你最美丽，而你现在自己吸引着我去。Oh， 你的自信呀，Oh， 你的笑容呀，给我最自然的你，也是全是泪水呀。You know 你的 shine on your face， 见你那个最俗的美。我不是 rapper， 但你 VS 你是最强那位。这么我的爱滋味，我也不太会自美，因为跟你连接一起，我只尝到真正爱的滋味，就是快乐的滋味。虚的安慰 ，You so perfect， 但你是 I want me for you。这边有观众，我不能说什么，大家给我尖叫声，但是我很高兴在这边唱。Fight, fight, fight for you， 就算再怎么的我也愿意。Promise that I'll make it， do it all for you。
for you. All the love I can get, shit it up for you. 这个时候到了，让我让你保护。你是我宝贝 ，and 我要的专属。Promise that I make it, do it up for you. All the love I can get, shit it up for you. 这个时候到了，让我让你保护。你是我宝贝 ，and 我要的专属。Oh, I've been searching through my life. I've been searching through my life, baby. I think you're the one for my life. 你就是我想要的 baby. I think I've been searching through my life. I'm the searching through my life, baby. 我是真的很想要你住在我的生命里 yeahAll the love I get, yeah, sing it up for you. 这个时候到了，让我让你保护。你是我宝贝，我要的专属。Promise that I'll make it, do it all for you. All the love I get, yeah, sing it up for you. 这个时候到了，让我让你保护。你是我宝贝，我要的专属。Spaceball.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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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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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会带live band 演出，哇哦，对，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准备，大准备，太棒，要跟你的偶像一起同台唱歌。那唱完之后我们来拍个照好不好？ Let me have your microphone， 谢谢，请摆出你辈子最帅的三个 pose， 来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好，最帅的第二个 pose， 看看你左边的相机，什么差不多，好，再看看你右手边的相机，那既然挥手，跟后面大机器挥个手啦，也谢谢王 Aiden 为太空港唱的第一首歌，谢谢 ，Thank you Aiden， 谢谢谢谢，永续环保是一个，那还有谁没有拍到？右边，最右手边红色口罩那一位，对，那个这样子，他俩在转场，右下，回来一点。